主料，大米粥50克，菠菜10克，鸡肝10克，香菇10克，辅料，虾米粉，鸡肝煮熟用刀被弄碎，菠菜捉水后切碎备用，香菇提前泡水洗净，香菇加少许水用研磨机打碎，做好的粥倒入适量香菇泥，倒入鸡肝和菠菜，小火不断搅拌5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，菠菜先捉水去草酸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